Hey, roll. 好，行個例先。嗱，青青你要記住，防守係一定要有交叉點嘅，你冇交叉點係擋唔到嘢。OK， 試下啦，第一個，篤咗落個頭度先啦，你低估咗對手嘅速度啊，力就咁行咗埋去。等是得，不過你揾手嚟擋佢玩堅，爭個蠢啫！你要擁佢個背脊出嚟，你唔係擁佢個心口俾你，你明唔明啊？好，第四個，點啊擁啊？嗱，你擁呢邊就錯啦，咁咪心口咯，咁咪大家跳舞咯，唉，嗰邊啊嘛。第五個，係點啊擁嗰邊啊？捐過去咯，捐喺個筆尖下面過，係啦。你要直頭捐喺佢黑筆尖後面過噶，你反正就同佢身高有差距，易捐過我哋噶啦。第六個，哎呀，我諗住打佢先得嘅。第七個，你要安全就唔可以咁快打佢，因為你會中招嘅。哇！好危險，繼續啊，多謝好。第八個，青青啲近接線未得啊，不過未落到嘅，其實唔緊要，試下啫。好嗱，我係你中咗啊！我知道你嘅問題喺邊，就係咧你太抗拒佢啊，你太抗拒佢，所以你有問題。你唔可以用抗拒，近接線係唔可以同人哋抗拒嘅，唔可以頂佢嘅。嗱，你一開波就想拗開佢，咁呢個咧唔係近接線嘅做法嘅，呢個係發勁撞開佢就打佢做法。如果你要打近接線，你掂咗之後。是要射開，跟住你先穿到佢後面。你如果頂住佢，你係埋唔到佢嘅。好，第九個，所以唔好諗住撞開佢。係，係啦，係咪好得？你根本唔可以用力㗎。係啦，係得咗啦，成功咗啦。你見到個分別未啊？個心態唔同嘅。第十個，係穿過去，係啦，啱。哎呀，咩博士啦？唔讓你住啦，咁先。啊，十一個。係，咁你要練啫嘛。嗱，你一用咗力拱佢咧，你就捐唔過去嘅。十二個。嗱，你越拱得開佢咧，你就越捐唔到過去。係啊，你有冇發覺你次次哇，咁樣急下咧，你就過唔到去嘅。係 OK， 咁你嚼佢啊嘛。十三。之後咧，你要甩得嚟自己安全喎。問題係十四，唔安全冇用噶喎。好，見到把頭盔就，哎得啦，不過好危險啊！佢把劍喺呢個眼前嘅，係十五，係啦，嗱一甩就死噶啦，因為佢長過你。十六，所以其實你捐過去係比較安全嘅做法嚟。啊，係咪安全多？係。係，這個安全很多的，沒辦法的，除非你放單手咯。十七，好，得了 ，OK。嗱，你可以練下放單手的。十八，未到，繼續。放單手要放前手才有用的，不是放後手，你放後手沒賺的。我放了這邊。啊，你放了這邊啊？你換了先啦。快點。哎，黃成啊！你點會放嗰邊啊？即係冇其再出。我識一識先啊！好 ，roll 機。十八。打唔喐。哎呀，未到。嗨到頭盔啫，你嘅頭盔裝甲嚟嘅。好，住咗。咁，你終於爆佢咁嘅出嚟。走啊！好。
就係頭先所講。哎呀，好二十。哦，好嗱，跟住嚟玩啲新。S 嚟嗰啲啊。廿一。我係咯。哎呀，好。廿二。有十。哎呀，得喎，成功咗。廿三。打中個病。好又得，廿四，幾開心呢？佢而家。即刻買打擊。其實打擊佢。可以打中噶，係啊，佢兜過去啦。好 ，last 啦，廿五啦。係擋，哎呀，擋完之後中咗之後，呢個係會發生嘅事嘅，因為盾其實係會俾人打歪咗，跟住隔界佢哋。好，下個嚟。好，差唔多啦。好笑啊！個頭盔。